没错，刚刚就有一波牧师被他秒了。加油，队长，加油，救救他，我们挺你！ 跑到霸气雄图卧底，是为了招揽他吗？哪个？张家乐大神啊！我为了找百花前队长张家乐，去霸气雄图卧底。你给我分析一下这当中的逻辑关系。不是吗？当然不是了。这纯属巧合。要知道会碰上他，就我现在这身破装备，不是故意找死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现在的你打不过他？我刚才已经挂过一次了。 难道你没看见？我以为又是你卑鄙的战术呢。哪有这样的战术啊？死一下再复活也叫属性啊！有没有牧师帮忙啊？加血加血啊！张家乐队长加油！我们成了百花师大法的厉害！不要让轮回的人拉到仇恨。这个 boss， 我们霸气雄图志在必得。啊！百花谷那帮人连 boss 都不抢，趁现在抢 boss 的人少。 赶快拿下！不说，干嘛这么认真啊？你要虐菜找优越感，换哪儿不行啊？赶紧假装掉线！我看你也不怎么放松啊！那必须的，我志在重组战队，杀回联盟，当然要认真了。原来是你！你不是说虐菜没有优越感吗？我看虐虐你还是不错的。 这家伙装备加了多少属性啊？主要是有个支援就好了。放心上，时机正好，多谢了。来吧，谁虐谁还不一定。一直满血，有意思吧？<笑>看哪边的牧师先耗光法力啊！无聊。你乱跑什么？不要总是随便放弃。等我抢完 BOSS， 我来收拾你。 和过去一样难缠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放弃。该有的，你不是都拥有过？你在执着什么？冠军这种东西，我没听说过有人会嫌多的。冠军，荣耀职业联盟第二赛季竞赛。 新成立加入联盟的百花战队锐不可当，在积分榜上一路领跑，以狂界式落花浪迹和丹药专家百花缭乱构建起来的双核打法，令人耳目一新。有评论家大胆断言，联盟从此将进入双核时代。非常可惜啊，第三赛季夺冠的最热黑马战队百花惜败家世，揽获亚军，期待他们之后的成绩。第五赛季孙哲平因手伤中途退役。 张家乐接替队长职务，再次与冠军擦肩而过。<笑>恭喜百花再拿一个亚军啊！明年继续哦。双核变单核，肯定没戏喽。没听过那句话吗？好炫，可惜没打中。再一次，百花战队在张家乐队长的带领下重新第七赛季决赛圈，他们能成功吗？不好，百花战队现在的处境非常难办呀。哦不，真的可惜。 今年已经打得很好了，就是差点运气。张家乐虽然个人能力非常强，但是似乎始终时运不济啊。对呀，真是可惜呀。我累了，决定退役。夺冠的感觉会让人上瘾的。 我真的有点怀念这种感觉了。我完全不觉得自己到了要退出的时候。只要还有一线机会，我就永远不会退出，哪怕多一天也好。大哥，你现在也在退役中好不好？奋斗并不止局限于职业联盟，这里也是荣耀。
这里才是我们最开始的地方。还等什么呢？灭了他！上啊，保护正队！海化谷的人来了，上啊！冲啊！哎，这么冲！别让他大举出动！哎，好了好了，他已经死了，你们别在这儿纠缠了，赶紧打 BOSS 才是正经事儿。哎，兄弟们一起上，为江家长跟他报仇！哎呦，他太不冷静了，兄弟。BOSS 这边被百号谷精英团围住了，快来支援！这么嚣张，我这就抢回来。骑士和牧师，跟我走。弟兄们，帮忙！一会儿我开牺牲吼叫，所有牧师用大治疗术，给我全力加血。快，这手持的家伙们过来了，大家小心！用火球术，用火箭，大气流速。搞什么名堂？开挂了吧？还是莫笑，好强啊！这人到底是谁？风暴反击，但凭着这个技能就能一个人秒杀百花谷全团，这可能吗？他到底怎么做到的？啊，会不会是这样？先用牺牲吼叫吸引百花谷集火，再使用风暴反击，将吸收的集火伤害一次性打出去。汇集了百花谷那么多攻击，当然会造成秒杀。在吸收伤害阶段的无敌醉俊狼，可是靠很多牧师一起疯狂加血才活下来的。可以这样的吗？理论上行得通，但就算知道原理，想打出也是无比艰难。我们这些人目前根本不可能做到。骑士的技能都冷却好了没？排下顺序，按我的指挥出手。好，准备好了。会长，我们百花谷精英团全灭了，现在怎么办啊？先撤。会长，这人到底谁啊？你说呢？除了叶秋，游戏里哪还会有人技术这么高端？叶秋，他来我们霸图当卧底，他想干嘛？我也奇怪，这 BOSS 也抢到手了，装备也收了，没见他有异动啊。要不干脆跟他挑明。不忙，再观察一下，看清楚他到底想搞什么花样，让他为我们工会义务劳动劳动也不亏。